竹山镇盐政社区在全台各大社区福利方面的比赛都有出色的成绩，让宜兰县五结乡公所特别慕名前来，想要看看盐政社区是如何从环境产业做出改变，来带动地方的发展。主要目的能够来这里参访他们的优点，做我们学习的参考。我们每年，我们每个社区，16个社区，每个社区都会请他们指派4位重要的干部，出来参访学习，能够有所获得，回去好好让我们的各个社区办得更进步。我觉得在结合社区产业，然后一些我们走动户外的观摩，那让大家看到我们社区更多元化，那我们社区志工的凝聚力，透过社区的交流，那就是大家互相学习观摩，然后好的我们带回去，不好的即使大家都有比较不 OK 的话，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来切磋。同样是农村社会的五结乡，看到盐政社区利用在地特色进行环境营造以及产业发展，是相当敬佩。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农寨社区，农寨社区是真的不简单，尤其是在一个农村乡，大家都外流，年轻人外流，然后他可以留在这边，可以把这这多人靠掉，把他的农寨走起来，真的是值得我们五结乡的社区可以来参访，因为我们的社区还有很多的社区还没有起步到这里，所以这个是最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。竹山镇公所在明年也将安排镇内的社区去到其他县市参访，将其他社区经营成功的秘诀带回来运用在社区的发展。我们在明年，也有编列相关的预算，那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的社区的部分，那来到外县市，那选取一些优良的社区，然后来做一些互相的教学相长。如果自己做，就是会有很多盲点看不到，那我们就透过就是参访的这个部分来了解自己的优缺点。竹山镇老人人口比例高，社区福利就更是重要，借由不同县市的社区互相交流协助的方式，未来大家都可以好好的利用在地人力以及资源来服务老人家。记者陈俊南投县采访报道。